接着我们来玩这个救护车的校园钟声的，还有门铃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过救护车有哪几种声音？干嘛急救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里我有用模拟器写，因为模拟器有风鸣器，所以其实像这个我在教学上就觉得哎还蛮方便的。好。在这里打开之后，我就再把烧杯打开，换成遥控器。遥控器，好，来，我来执行一下，来先看看。我们听一个，哎，这样有没有人来应门的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就重复嘛，这个里面多了一个叫做。重复有没有看到？重复两次啊，因为一样的我就重复两次就好了。对，只是中间我有加一个等待，就是做完之前等四秒钟再来叮咚。哎，你们这样应该不太喜欢，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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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会觉得有紧张感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就等他一下。哎，那来看看救护车的喽。有没有发现我在这里重复五次？因为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重复五次啊？这样就有啦。你要直接做五次，我也不反对啊。但是有改的时候比较麻烦，层次嘛又长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只有这种版本吗？不是呢，刚调过这款呢，你都没注意过哦。还有这个。国外的有的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那只是音高或稍微改变一下。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听过？早期的校园都是这种的，有没有？后来因为每个学校都有特色嘛，所以可以改成不一样的。啊，你了解？我们蜂鸣器它没有办法做什么？唱歌的、人声的，好或和弦的演奏，和弦你要多个，它只有单音的。可是其实生活里面就很多是单音的，很多是单音的。你透过这种方式，我们透过这个不只学会了什么播放音符，是不是还可以学会等待的积木怎么用？好，我做了一次要等多久？是不是还有重复的？这样有没有了解？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想要做看看这个也可以。哦，也可以哦。那我就来跟各位介绍怎么弄。那么你进到这边，好，你可以进到这里，你就用我们早上那一个，可以继续延续一下。原本这个你就把它丢掉吧，只要留这样就好啦。如果你不想要搭配遥控器的也没关系，就是我就直接做，反正你会一个就会两个，会三个四个嘛。你看。我们的那个简报上我有写，对不对？你要救护车的哆咪哆咪，这样就好了，哆嗦哆嗦啊。如果你要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门铃的，门铃的，安呢，咪哆咪哆，安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就来这里，我要播放什么？刚刚这个声音咪哆，你可以用这个。一次还是要用这个都没关系。假设我这样丢进来，咪就在这里，哆就加西，有没有？这个就要自己来了，大小姐是没什么关系啦。然后呢，这个不用太快嘛，所以我在这边用的是什么？是二分音符、一分音符，就是全音符。因为咪比较短，哆是稍微长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所以不一样，所以我就要分两个来写咯。懂？那你可以先测试一下，但是这样是不是只有一次而已？这样好，所以你可以先试一下，看看这样有没有声音。接着我们就要来把重复加进来了。来，你看一下重复在哪里。欸，这个程式的基本功能就会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找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一个叫回圈？写程式一定要写回圈，
啊，因为可以把你要重复做的事情，我就不用叫他一直做，我就指定几次就好了。所以我来这个地方，我们第一个就是重复几次了，就是接把它丢出来，那我就把它包住咯，把这个包住，哦，把这个播放的包住，看你要叫它重复几次它就做几次，但是这样子它会做很快，所谓的做很快是因为电脑重复的速度是很快，所以说如果你这样直接执行，哎，可能你只听得到咪哆就一次而已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一下就做完了，等你还没播完，我就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等我们一下。那你看这个地方，你要找进阶功能里面有没有叫等待？就在这里，哦，进阶功能里面等待，你可以选择这个等待几秒钟，也就是当我播完了这个播完了，我就在这边等，然后等我四秒钟，等我两秒钟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做三次就好了。这样子我们再播看看，然后他就等四秒钟，有没有门铃大部分不会太快嘛？除非你是那个叫服务铃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 Uber 催单，不然原则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你看我这样就只有重复三次了，因为你要有时间让他做完啊，哦，你要有时间让他做完，因为播放需要一点时间，播放需要一点时间，哦，所以你就可以像这样子，其他的我应该就不用讲了吧，有没有都一样的，只是我把它用到比较多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可以模拟就是那个救护车，请问消防车跟警车可不可以模拟？你觉得消防车跟警车可不可以模拟？答案是不行，因为现在的警车跟消防车，哎，你回想一下，消防车的声音是什么？还是警车的？哦，这个是救护车的。哦，有没有？这是救那个消防车的，它是用什么？用变音的。我们单音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块。那什么叫变音的？你在看那个孔锵，那个电子琴有没有？电子琴有一个那个圆的。看，有没有？好像我们拨弦这样，就是把它弦一拉下来，同一个音有音调上的变化，那个是变音 pitch。那我们蜂鸣器没办法做这一块，所以不是我不想模拟，是模拟不出来，还要别的方式去模拟，这样了解？但是你真的可以思考一下，有很多地方真的可以玩，好，你可以试看看。